大学申请入学的面试即将到来，我们利用 ChatGPT 来预测一下申请电机系您可能遇到的申请入学面试考题，请简述电机工程的范畴和应用领域。你对电子学和电路的理解是什么？请举例说明。请简述常见的电力发电机制，请说明马达的原理和应用。什么是电子元件？它们的作用是什么？请说明半导体的原理和应用。请简述电力系统的基本结构和运作原理。什么是控制系统？控制系统的基本构成是什么？请说明雷射的原理和应用。什么是通讯系统？通讯系统的基本构成是什么？请说明传感器的原理和应用。请举例说明常用的电子设备和器材。请说明电磁波的性质和应用。什么是电磁场？请举例说明电磁场的应用。请简述线性系统的特性和应用。什么是传输线路？传输线路的特性是什么？请说明数位讯号处理的原理和应用。请简述微电子学的基本原理和应用。什么是电力电子学？电力电子学的应用是什么？请说明无线通讯的原理和应用。请简述智慧型控制系统的基本概念和应用。什么是电子学？什么是电路分析？请解释什么是功率？请解释什么是电压？请解释什么是电流？什么是电容？什么是电感？什么是电阻？请解释什么是三相电力系统？请问您对于现代电力系统有什么看法？以上皆为较热门题目，但 AI 软体本身因为有时间限制，所以缺乏时事题，各位考生及家长要注意最近的时事发展哦。敬祝金榜题名。